二四，五二四中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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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四，恭逆袭善住啊，恭住的是金山呐、啊。求所依时啊，伊得求这个依，甲求这个实，将以记以。那么这个是城呐、啊，城镇呐、啊，类同我们现在的城镇呢、啊。将国治国啊，亦有所得。啊，这个有或有所得底下加衣食，啊，或无所得衣食啊，这样意思比较清楚。啊，或有所得，你讲啊，有时啊，伊求有啥，有食的物件，嘿，或无所得，有时啊，求无啥，也无通食，饥饿累瘦，啊，真枵真瘦啊嘞。提升昌仙，这辛苦啊，生仙啊呢，啊，渐处经历，告辅助侠，啊，渐次经历，谁来谁去，谁到老尾啊，回到父亲呢、啊、所住的这个城镇呢、啊，啊，当然这是表法的，就是渐渐的还乡啊，慢慢慢慢呢、啊，谁都等啊。上还乡近乎之所以，在为求所依失故。即譬如离乡的人，为了求出世间解脱的定慧的依失啊，离起心修道，将义治义，将国治国。即是譬如讲，由五阴十二六十八界啊，那么离修正。做三十七道品，是有所得，是无所得啊！拄到佛法当中真实的善友，名个有所得，所修有六心，是为有所得。那不拄到善友呢，名的无所得，所修的心空地，是为无所得，无得到大乘法身。叫做饥饿，枵得着，无像佛的大福报、智慧庄严，这叫做累寿；无明三心的见思惑，这叫做提升昌仙。啊，神仙哦。那么，根据天台宗讲的五停心观、总相念、别相念，啊，这五停心观。多贪众生不净观等等，哎，愚痴众生的因缘观啊，多障众生的念佛观啊，多善众生呢、啊、什么属习观，哎，中这个五停心观呢、啊，来慢慢修，还有别相总相念，观身不净哦，啊，或者是观法无我了等等，观心无常了，一下子。修总相念，然后再来呢，个别修总相念、别相念。那么四加行就是软顶忍是第一。那么五停心观是一，总相念二，别相念三，软顶忍是第一，加起来都要七方便位。你要给他见次经历。见着人空，见着真体，名叫做道夫自成。自佛所住，就是大乘平等法，离空真如呀。那么离乘见人空，可名为道夫自成。又从大通佛了后，两万一佛了以来，名渐次经历啊。即嘛。拄到这个本师啊，不上圣道，
住这个菩提场，讲这个华严教，名为道父诸贤。一面是讲啊，父子相见的比喻，讲用刃辗转啊，去互人请咯，安尼生来生去啦，最后来到佛舍，逆袭中家伫个门内，哦，施大宝藏，哎，施大宝藏，哦，这是展开来啊，那么处狮子座，哦，安坐伫个狮子座下。就冠俗为教，诸人是为啊，亦有计算，有办法计算金银的宝物出来啊，财产呐、啊，那、啊、就是出纳出力的意思啦哈。那么注记劝书，注记劝书啊，就是记载起来就对了哈。那么这供主啊，见父啊，富贵尊严，哎。将伊当作是国王，也那国王顶呢，惊怖诸怪。何故至此呢？佛祖念言讲：我就救助啊，迄件逼迫、强迫、驱使做。我若强迫伊做，思维是伊安尼想想的，迟早离去啊，迟早离去啊，啊！所以我来救助啊，有时啊，伊会逼压迫我，强迫我要做工课，安尼想想的，无我不如离开啊，是辞走而去。那么借问，比借问的时候，干脆啊，去问问那些比较穷的人呢、啊，啊，混一碗饭吃啊，哦，啊，这叫你尊贵对不？所以欲望拥作啊，就是想要去啊，找较善的所在嘞，哦，找这只好个会惊。出世神经啊，颠转精进啊，名叫做庸人颠转啊。遂趋向于中道大圣啊，名啊，遂至复舍啊。那么这是见临见夫的缘由。逆袭中者下面呢是住见夫啊，这个景象相状就是情形了啊。门内呢，那是驴居教内，果在阴内啊。理居教内就懂得啊内在的心法，果在因内，任何一个事项上果一定是在因内。那么这个是都是在讲这个理事了啊，一个是理啊，一个是事项啊。那么大圣告立啊，当然是通达实相之门，无了解啊，无信解大圣告立者，拢伫问我，佛已经究竟诸法实相。啊，叫做梦来，由万行一心为来，一心万行为我。佛已经修因正果，亲近的万行一心，所以在梦来六道万行啊，啊，得的四数啊，四数的呢就是有数量的，那、啊、执着在因果法里面的数量的，我们要悟到空，它才无量。佛法最伟大的一个字就是空性，没有汇入空性的佛法呢。这个都是世间法的物件，啊，世间法的物件，所以有可计算，有可计算啊。那么大乘的功德，名叫做金银宝物了，诸利利他，名叫做出类财产呐。啊，说方共为诸啊，啊，说这个大圣经典呢，就好像是注一样，这个注啊也是记载的意思了，啊。那么受记啊，受决就是受决定的记。啊，叫做记，受记为决定，叫做记。五二六说修多罗这个劝，哎，劝啊。那么论义呢，就火熊特论叫做书。那么这善助啊，见福啊，下面呢、啊、十四句啊，初六句上这个后悔啊，后悔而回来，后不上呢啊，是见到中介了，说惊到。所以就想到好业富贵尊严，比如佛性应身，说这个华严大教，国王譬如佛啊，国王定譬如法身大师啊，以如简介啊。中者是实，中者在这个时阵啊，在世诸座遥见其主啊，灭然啊，灭离色智，
就是说啊，这看了哦，就知道内心呢、啊、有个底稿、哦，一看就知道哦，那是我的儿子，哎，灭离世机啊，色机嘞，比如讲佛用这个妙谛观察，在众生界中色谛储备声闻过去啊，弘我依法大心，是我真主啊，但未对啊对众啊陈说，无对大众来讲。啊，即贴书架，敕就是皇上的命令，是不是啊？一般的是皇帝的命令，或者是总统的命令，叫做敕。啊，那么当然这是代表佛啦，佛是法王嘛，是吧？就即敕使者啊，给堆给列得等啊，将来将这个将就带回来的意思，啊，不是将来，将来不是未来。是把它带回来，啊，是追捉将来啊，给抓得等啊，不是讲啊，这将来啊，给抓等啊，带回来。那么穷子惊患，惊到啊，这三柱给去惊到，迷梦蔽地，两脚残废，不能走路，叫做蔽。哎、啊，两只脚算两只袂行哦，是人救我啊，啊，这个人了我。不懂见识了，可能被搞台哦。讲何用衣食使我自死？这句话意思是讲，我何必为了一点点衣食啊，来使我来到这个地方呢？中间了解这个因啊，啊，乃是一个愚痴狭劣之人啊，是这个骨气啦，是这个狭劣胸志不大的点，哎。就像我也是一样的啊，胸无大志啊，哎，胸无大志，也没有什么将来啊，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不信我言，不信是佛啊，啊，也无会听我来讲，也嘛无相信讲啊，因老爸是大富长者，虽然参加花言花会，如聋如盲啊，听得了，哎，大法。感觉无什么利益啊，亲像咱人啊，迷梦无知，迷梦无知，退呆性啊，不修啊，却住伫个生死啊，亲像啊，这个摆脚呀，啊，这个规两只脚袂行路啊，站不起来。那该教这个呆性法啦，说违背着伊本来需求，伊本来干需求理性发念，这个以死无数的是跟死人啊，没有什么两样啊。啊，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就是就像好像必当见杀啊。那么必当见杀，意思就讲啊，譬如啊啊，这个修恶圣法、啊，如同死人一样啊，好像啊被杀掉、被杀掉的滋味一样。我定但求修行啊，那个字、啊、没有打清楚，就小圣的圣字，小圣啊，我这里也、啊、是不清楚了，你们那边我是不晓得。小圣何用？代行的意识呢，别管要修行呢，中者弟子啊，下面啊是证明啊，教子不得，叫因后生啊不得不行代行啊，名叫做不行恶言呐 啊那个是不智啊，不信我言，不行乎贵气啊，成大化之师，成啊就是接受贵气啊。无量劫啊，以来啊，拢是接受着啊大法的教化，名为不信是佛啊。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愚痴啊，狭劣也。五二七啊，即是以方便啊，方便敬虔于人呐，敬虔于人啊，就是以方便敬虔派敌啊，其他的人啊。派什么人去呢？派一个差不多差不多呀。秒这个念啊，每一分每一秒那个秒字啊一样。秒秒目就是单眼啊，刚才几对白蕉呢，叫做秒目啊。啊，错吃窝错错落就是辛苦真短真细汗真细汗，无为得者啊，无为得者，你可以意志啊，哎，你当个讲啊呢，哎，你起高要个讲啥呢？云当相顾，哎、啊，我们呢、啊、就告云，就是、啊、告诉他，我们呢、啊、会当就会，我们会把你啊
然后给你请过起来，哎，请你来做工作，要做什么工作呢？除诸粪秽呀，粪秽啊，备于奴家呀，备于奴家哦，加一杯给你就对，你在这清这个粪秽啊，加一杯给你，善助文字啊，随喜随来，欢喜随来呀，为的啊，这个粪秽净诸邦下，净诸邦下，初夏有十相伴，丁香有印还家的譬如，也就是化一离性的譬如。那么这三相是灵修解脱分，先牵树，然后再传意，传这个长者之语，叫做传语啊。哎，先派那个两个丑陋的人，哎，然后去到那边传长者之语。后来呀、啊，哎，就按照长者的意思去做，处分，也就是、啊。这天傍人啊，就人来讲啊，就是菩萨就法来讲，就是大乘法啦。今嘛讲更浅于人，这个、人就是指声闻，这个法就指理性，所以讲这一方便，哎，内在是菩萨咯，哎，外面呢现这个声闻二圣法，就是方便，方便高嘛。下面讲秒目挫落啊，挫漏漏，不是落啊，挫漏。嗯，然后秒这个目睭啊，啊叫做错落，所以说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没有一点佛法的观念的，就是笼中敌人呐、啊，啊笼中敌人，恁人就是安尼，恁人就是安尼，哎，迄个感觉无爽快，迄个来感觉无快活，我就规工拍电话甲乱，每整天都打电话甲伊乱，哎，都无必要你困得着。哎，啊，上开，嗯，还压起来无声，压起来无声，哎，哎，看了，等你伊就搁讲，哎，就咱也无得罪什么人，比如讲咱今日啊，暗时在困，啊，还是阿宝迄间暗时在困，哎，你讲，你压起来无人，伊怎么出声呢？伊怎么出声呢？我看哪一个不顺，还是讲你到底是不满师傅哪一点？你为什么被脑瓜，脑瓜流通出被冲杀？啊你，你出来讲的好嘛？你哪里不满意嘛？你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呢？对不对？哎，啊，你照讲起来是伊较艰苦啊，伊较艰苦啊。所以，咱这个世间的是安尼，我们在讲讲吼，我们在跟法师讲，像讲这句话是对不起在家人，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些学佛的人。我来跟你讲吼，我说这个俗家人哦，有无量的贪，无量的仇视，有打不完的争执。啊、有没有办法消化的嫉妒心、啊、你有讲不完伤害不完的是非，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很无奈的生在这个世间里面、啊、真无奈的接受这世间种种的属性，这世间有很多可以功德的、啊、有的很真的没有办法无奈、哎、真的办法没有办法，很无奈的，对，你说你的电话英语就给你卡一下呀，啊伊是要试看有人伫个无啊？哎，你央，哎，就甲你挂断。央，啊，伊唔出声，伊也唔出声，挂断，来挂断。反正你对哪一个不满，伊就用这套的对。哎，不会干嘛？这个你不会觉得这个很无聊吗？哈、哦，哎，你没有证据，你也不晓得是谁。哎，你也不晓得是谁，对不对呀、啊？啊，为什么要做这种举动？那你也想不透啊，所以我们内在里面就是一种苦闷烦恼，他这生命里面他就是敌人啊，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啊。那哪有真正一个大修行人啊，那行功要怎么样处理内在里面这个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要做那个无谓的举动，不要那个攻击伤害这种东西，就感觉很无聊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很多在这个世间一直是无法的，所以我跟老板我就说、越少攀岩越好啊，越少是非越好。那么一旦万里无为不为啊，一旦把这个内心摆平啊，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享受，反而是一种享受。啊、前几天呢、啊，我去跟姐姐遐，伊就讲，哎、啊，买一间新厝啊，我那囡仔拢大汉了，两个大爱娶某，第二嘛爱娶某啊，一人一间厝，较袂冤家啊，大家媳妇。
大家大官新埔上课，无带带做伙啊，较袂冤家啊！吼，啊一人买一斤水，我来去甲三大杯做水去遐看卖呢。好，伊即摆一个上高速公路动车，开始一直动车动车，开始动车动啊，雾煞煞。啊，我咧想啊，哦，我们每天这样忙，这样忙，在忙什么？在忙什么？我们有没有冷静过？我们在忙什么？从人一直到家庭，一直到国家，我们在争什么？我们在争什么？所以说啊，我们呢，如果没有佛法的话，这个世间呢真的是大乱。科学家一直报道，一直报道，我们的这欧氏里就是臭氧已经破坏个真严重啊，很严重啊，很严重啊哈。如果我们呢，不再改善这个天空的问题，到100年以内的地，啊，100年以内的地，地球啊，温度会上升，会上升，然后会有2000万以上的人得皮肤癌，2000万以上的人得皮肤癌，2000万，2000万的人得皮肤癌。啊，为什么？因为它臭氧层的吸收紫外线跟红外线嘛，紫外线跟红外线嘛，啊，那么我们呢，如果臭氧被破坏，红外线、紫外线不能被吸收啊，直接晒到我们的皮肤。这个世界、宇宙啊，啊，科学家一直讲，我们这个地球是一团糟啊，我们这个地球是一团糟，是一团糟的对了。我们还有时间呢，在争论什么？哎，因为啊，这是题外话了。一只眼睛瞎了，叫做秒目啊！啊，这是比如讲偏空的修底呀，错心体呀、啊，啊，矮短啊，叫做错。这个譬如理性化了、啊，不能仅是想之外呢、啊，漏就是心体呀、啊，丑陋。这譬如讲理性人。无代性众生功德的庄严，无威德者，理性人不得事事无威啊，所以叫做无威啊。修行的涅槃，无上到五经四经德啊，啊，所以叫做无德啦。立刻意志传语啦，啊，那么应当相顾，哎，传过去云顾，你是一座解。言我以利啊，共相修作啊，抵住混毁啊，这是比如修理性行，断这个见思烦恼啊。被以奴家的加价于你，就是出三界了混断的生死，进的偏空涅槃，名叫做一日之价呀、啊。被就是超出人天福禄之清啊。啊那么共住文字随喜随欢喜随来，就譬如讲李圣林呐，依教奉行，讲为地混会啊，建筑帮下，这是譬如讲两处一立之隔，断地见思烦恼之分，空净六根棒甲五阴下，啊，咱每一个人呐，知讲咱五阴是隔，生命本来这就是幻化的物件。啊，你哪里的争夺这个世间的一种观念呢？世间的观念，那个观念一直这样转不过来，一直转不过来。说实在是很悲哀的。长者与友啊，这是底下窗户啊，常见其子，哎，点的看到夜莺啊，哎呀。因为您念住啊，欲裂，您念这个囡啊，愚痴下裂，乐为避世啊，避世啊，避世啊，这是凶，是丁凶啊，造机啊，造机啊，啊，欲裂就是长行，累受憔悴啊，累受憔避世就是长行里面的粪土啊，尘笨，污秽不净啊。李圣林独修修行的法，所以叫做独为避世，伊是中者独一个避过伊呀，避过伊，止除愤气呀，妄得诸所啊，中者哎化作一身的垃圾啊，啊，参提这个
来打扫的物件，来到囡仔所在，这一项是从上啊垂直，就是我们所讲的视线呢、视线呢、像类似像二圣人一样的阴性应心呢、现这个立应心，是当众生啊，所以讲这往得诸所啊，激动众生，那么一条三障，三障的是惑、业、苦啊，这常行啊，这是状有所谓。哎，这个长者啊，哎，化妆起来，看起来刚才有一点恐惧啊，哎，为什么？如同恶圣人一样的啊，啊，你引这么凶险，方便呢、附近。哎，方便附近雨林勤作，雨林勤作。哎，伊讲啊，你着认真做啊，记忆奴家，记忆奴家。哎，得增加你的技巧。病土足油，土足油啊，就是印度的风俗。印度的风俗，这是涉水用啊。他这个除了这个身体的下肢啊，这个病。土足油啊，也可以防止这个病的掉脚病啊啊！饮食充足，我就可以吃一饱。也比如讲间隙或暖，这个间隙就是草席了啊，草席啊，高个困了一宿啊，不是亲像凉房啊呢。如是可言呐、相劝啊，好好的相劝啊。可讲啥呢？讲你应当认真做，由于软语。若如五祖啊，这两相伴呢，定上说教。初两句，是讲这个劝勉啊；后两相是教授七科道品啊。既然增加你的介绍，就是指啊，四念处四正勤啊，得出三界啊，就是益加益就是增加啊，益就是增加，不是利益的益。是增加的意思，像我的名字就是林益谦，益就是很谦虚，益就是一直增加谦虚，因为上苍知道我很骄傲嘛，所以后天的这个名字就这样。我问老爸老母说，这名是怎么好的，说要不出世名就先好好啊，我这个名也未出世的先好好啊！啊，这个名讲这日据时代啊，是一个家医啊。我听阮老爸讲吼，是一个家己真牛的医生，真牛的人，非常有这个一谦哈，真牛的人安尼啦。啊，伊讲细汉我就讲去拜拜，伊讲这个囡仔吼后摆真牛，但是未讲真大汉，你看看呢？自细汉人就算讲咱几公分算好啊。所以讲这个谦呢，这个名哈，自细汉我的印象真深，益就是增加的意思啊。所以益者就增益，益女家啊，一头经讲的数倍于女家，并突诸有啊，比如是神主能得定法通，印度红修啊，由突足上面呢、能履这个身随无二九啊。如亲戚有神通啊呢，这个油啊，譬如这个八段行，八种断除烦恼的修行法，第一个要有信心，第二个欲要知道我们如何的根性是什么，我们的药欲就是药欲啊，我们要怎么样下手啊，了解自己的缺点，对吧？了解自己的根性啊，精进。这三种啊，叫做加行啊，加行，勤安、正念、正知，这三是止观正行啊，修这个定慧的正行。过来，思跟舍这两项是成就定慧，定慧均等啊，思维善恶是吧？放下是吧？舍就放下，修止观。那是三行分散，这八法啦，一旦弯理啊，就譬如啊，土足油，亲像油啊，会滴这个风，这个念壁
痹就是下肢之病，这个肢啊，左边呢是一个肉部，这个肉就是像月亮的月，其实是肉部啊，啊是肉部月，右边是一个肢啊，一个肢啊，一个肢，下肢之病，这个肢啊啊，就像啊，你要支持我，我要支持你。那么饮食啊充足，就是长寒文，所以长寒就是长寒文，前面那一段长寒文说过诶，米面盐醋，米面盐醋，须则相举，你需要我都给你。见习后暖呢，阴弱下面呢，啊，床之上者，就是说啊，在垫背的底下，但是在床的上面，这个就是草席喽，称为见习草席呀、啊。顶摆啊，人我买一只这大架笑给我，大架笑给我，啊，困了袂歹，啊，久久啊，困怎啊无去咧？也唔知啥倒去，唔知上修，都唔知大架笑。啊！因为困困的时候，一开始困哦，困袂去，因为草席啊，一擦擦擦擦啊，擦擦，啊，都爱困久，安尼困久，困互伊磨磨到迄迄一点一点啊，安尼，哦，啊，草席啊，袂歹，真好啊！哎，所以讲，连我们这个世间的草席啊，都有好跟坏。啊，有一种草席是困哦，你今年有困困困的面无收起，明年哦，生菇，生菇，嗯，生菇。哎，连这个草席都有好跟坏啊。也是长寒文所讲好治安逸啊，这东西比如啊修行的定慧啊，小圣的定慧啊，跟他主理尔，不为利他。如是可言，立冬勤作啊，就比如讲五经五力，经力俱行，乃堪众苦啊。啊，又以软语，注意那个软语，这个很重要的，在这注意，你这两字吼。你敢软以对待众生，我跟你讲，一切修养都在这两个字里面。你哪有法都用这柔软心讲出来的语言哦，不但你的修养，不但你的修行，不但你的这个平常的成就，都会接着而来，接着而来。哎，你今天伤害众生，你得断掉是周围好的因缘。你能用柔软语安慰众生，你今天你的外言就很好。人家说，师父你的钢筋的发言很好，我说我顶四代人一定讲话不去伤害众生，包括在这注意，不是说今天我做法师才这样讲的。哦，我这个人先天性可能有一点善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买了一本美国 Mountain 博士 The Dr. Mountain 他所写的一本书，年轻人的成就跟修养，他那里面就是很重视。我那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讲话不能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就算你有所建议，如果你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再好的建议都没有用。这句话一直很深刻的在我的心中，一直活用到我出家到今天，我都是这样子的。生活在我的四周围里面的一切的众生，包括我的弟子，我从来不讲一句重的话去伤害他。我绝对不去讲这句真重的话。我若明明知伊的缺点，我是笑笑的尔。我会讲这句讲啊，这众生大家拢有缺点，我嘛有。对，所以他那个写的实在是很好，真的是他这个外祖那没有佛法的这个还有的这个真正的认知，说到很深刻。不过，看这个世间的修养的人，有修养的人讲了那句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还看了一本日本人所写的，日本人所写的这个话啊，就是如何修养一个人，按照修养这个人。后来我看到佛经里面这个软语柔软心啊，那就更赞叹佛的伟大，更赞叹佛啊，更赞叹佛。所以你记住。你记住，越有修养的人就越接近真理，越有修养的人就越接近真理。你试试看，你关照看看，那些一讲话就是攻击性的人，你试试看，但是离真理太远了，离真理太远了啊。所以你注意看，如果有修养越接近真理的人，他的讲话他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按照一对原谅你。那些以真理离得太远的人，你开嘴都是凶啊，开口就是伤人。你慢慢的去关照看看，看你的四周围的人是不是这样子。那一个闹公，一个拥有真理解脱的圣者，也去凶害你，那不可能的事情。又以软语若如我指啊，就是比如讲告修七菩提分啊，八正得分，有处啊入见得，也就是入圣之真旨，也就是崇诵常行所说的定一众力明之为耳。长者有志啊，中教有智慧，渐令入出啦、啊。经过二十年接触家书啊，时机金银啊，珍珠玻璃珠物出力啊，该数领地啊，有处门外啊，中教有智慧，渐渐啊，可以安尼出力自在。经过二十年，可以做这个家书，佮看可以看讲，这个金银啊，珍珠玻璃啊，这物件，出出入入拢可以看得到啊，拢。该宿领地啊，游处门外，可是呢，还是啊，像站在门外的，可惜啊。那么紫树草庵呢？紫树草庵呢？啊，赶快呢，请去大爹啦！啊，这个永永要到的草庵嘛，自念平视啊，自念呢、啊，就是讲平视就是我本来啊，实际我是本来是真善起来啦。真善起来人，像阮较早安尼去捡歹铁啊、捡纸、捡菜、捡歹铁啊、捡纸，行到倒一个都互看无起啊！因咱都无甲偷摕物件，行过伊就讲：迄贼仔囡仔来啊！迄贼仔囡仔来啊！妈妈，迄贼仔囡仔来啊！安尼啦，安尼，啊不然安尼无就是要恐捡伊做囝，就我咪细汉安尼水水啊！你看即马就知影，去共捡歹铁啊、捡的，咱无甲偷摕哦，安尼讲哦，讲。对讲，老的，这个囡仔真水呢，咱甲捡起来饲，好好害我一个人啊，关咧，那走噶，离苦噶。以前咱不读小学几年尔，安尼去捡歹滴啊，安尼讲，哦，老的，这个囡仔真水，咱甲捡起来。你敢知外可怜？迄、那个伊迄吼，垃圾桶较早唔是像咱安尼呢，较早唔是像像咱安尼啊，有一个粪扫车安尼，较早唔是，较早是拢。外口，我即马讲老一辈，互你听。较早拢是用一个垃圾桶，有一个固定的垃圾桶。垃圾吼，迄拢是装空死拉无起来。哦，规排拢有垃圾。你出来的，变伫外口出来的，变伫外口。垃圾吼，时间到，垃圾车就来。真悬，你敢知？我看袂着人细汉啦。就是讲要床头捡看有歹铁啊，捡看有纸无？拉起哥哥扭起啊！鸡长啊长多啊，搁放落去，无多看袂到啊，看袂到。啊，尾啊吼，尾啊就因为垃圾桶真大，规人细汉全爬起啊。我讲，你做狗啊，吼，我爬起啊，我就甲爬起啊。迄做狗两个拢细汉做狗啊，我就甲爬起爬入去内面吼，吼，安尼砍咧，安尼敲，哦，啊人咧倒粪扫，我咧讲掀起，咣，哇，鬼辛苦。安尼捡，捡歹滴啊，就是安尼捡诶。即马你去到树林较早真无发展，树林较早真无发展。即马就透早为地道口塞车，塞去，安尼行几多公里，几十公里也到树林迄边，到几十公里到树林。去到迄个所在，遐就菜市啊，路啊，你遐就边啊就粪扫堆，遐边粪扫就开始捡啊，固定的一个大人啊。固定的一个大人，现在派小的人啊，捡的，现在才变成大人啊，捡的，这中道没人吃，现在去菜市啊，就看一下，就捡那个柑仔，烂一边的，人家柑仔哦，就橘子啊，啊不就苹果都烂掉的，木瓜烂掉的，烂一点点的都丢掉，拿刀啊起来，下掉，啊就是吃那个过一个中午，啊，吃那个过一个中午，啊不就在店面下拌，店面下蛋。等一下，因为狗啊，人个狗啊吼，牵狗啊，用伫个迄个帘啊遐，啊就踮啊参狗啊踮啊遐等，啊，踮狗啊踮啊等，啊等，因兜个人个旁边在拼了，咱先甲拼等下，先甲拼个空个呀，啊狗啊，一拼嘛是崩，咱只嘛是崩啊，无差，
啊，佫算嘞，迄、那个狗仔食食吼，迄、那个迄、那个阿鲁米做煞共站无歹，佫共捡倒来。哎，啊，即讲个拢是事实嘞，讲个拢，讲起是真苦。啊，无钱到底啊，无法度，也无法度啊，哈，也没有办法啦。啊，即世间哦，逐项拢爱去试啦，逐项拢爱去试啦，啊，拢爱了解啦。但是我本怎么样？哎，真善嘛，那个善了惊着。啊，我无这款物件啊，这款我是二圣人呐、啊，没有这个实相的法嘛，啊，这三相定相啊，富财啊，密化比啊，初一相名的富财密化，另外一相叫做寿命预知啊，后一相啊无虚啊虚处的意思，渐令立出啊，常常我们所讲的啊，心上体现啊。立出无难啊！就是讲啊，说红顶教赞叹啊，大圣的啊，叹大宝源呐，赞叹大圣啊，赞叹圆教的啦，讲述苦力啊，谈篇气秀啊，啊，谈和那、啊、这个谈子是谈和怎么样？偏空的思想，排斥小圣人的思想，叫做谈篇次小啊，谈和。啊，偏空的思想，排斥小事的思想，不能成佛吗？见令驱出。这据说呢，般若教渐令啊，进入这个大乘的空力，立主力啊，啊名叫做立。然后依次转告菩萨，名叫做出啊，啊这个主力啊，这个利他啊，经修拢总二十年之久啊。接着家书讲，这不同以前啊，地界界内见书混会之书啊，是其理性无合位，理说大乘之法，也是指弘法理性之书啊，以及甲菩萨东段界外别惑之书。界外就三界外啊，界外的别惑就所谓的尘沙惑，哎，如尘沙这么微细之惑。别惑啊，是其金银珍珠玻璃啊，这是比如大乘啊，能力助力利他啊，会发财，明基两地啊，助不出力，化他为出啊，助力为力啊，引气为出，星空为力啊，助不的万法万行莫不如出啊，由此问我，虽然转教啊菩萨。啊，就是啊，转为来教授这个菩萨法，你家己啊，有缘啊，安住在大乘教行的因门挂，也是人说不能行啊，紫树草庵啊，紫树草庵啊，草庵呢，比如理性啊，挥断之果啊，挥断之果，了蔽了就是暂且啊，蔽就是遮遮雨啊。是了蔽分段之风雨，了就姑且暂时，蔽就是遮住，哎，至少啊不必六道轮回之风雨。这自念平视啊，如常行所说，先处机机给啊，舍利除分啊，按依修稿自认啊，主令无力代行家，行代行业之分呢、啊。也无以希求大乘啊，这个的我无出门啊，哎，就常行所说的两支重物啊，也无希处一餐之意啊，无希处一餐之意啊，啊，讲了这个希取一餐之意啊，啊，祖云老和尚讲一句啊，我们人类吃尽了陆海空三军啊，那人吃海的空，吃个无半行呢，天上飞的空军啊。陆地走的啦，陆军啊，水上游的海军啊，三军通通吃，就是人类吃尽了三军。你看那南瓜瓜青菜，都是大行拢吃得掉啦，无强走会去的啦，哎，无强走会去的。我来看，有时啊，赛车经过光华路，看到蛇肉，我来真惊，我这世人到今嘛，唔捌食过蛇肉。因为我本身想抓呀，我想讲我来底下用台吼，就会惊，所以我们的业障会越来越重，吃的物件愈来愈多嘛吼，杀生愈来愈重。
然其所指，故在本处啊。下列之心也必令下。功夫地主心将已经扩大，有意载物了啊，就是据这个亲主国王大贤呐 刹利啊，即使依出大将，算是我主啊，下我他行离开我，经过五十年啊，自见主来已经二十年来啊，过去的无声，你失去这个囡仔。而且呢，周行求索，一直切，切来到这个所在，还我所有啊，下在人民啊，我怎么能交代这个，可以用得到，能交代得到，知其所用，任知就是任意啊，任意啊，是佛物自知日，自知日就是啊，僧团的自我检讨的日子啊，自知就是说，出家人啊有什么过失，我们的僧团会啊切给找个。佛自知日又叫做佛欢喜日，我们呢，任人举过，那我有什么过失，你把我举出来，我有什么过失，你把我举出来，这个知就任意你举过，叫做自知日，就是这个七月十五自知日，或者七月十五佛欢喜日，佛欢喜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三个月大家精进修行，那叫 BQ 大龙敬个，叫做佛欢喜日。那么佛自知是僧团开检讨会，但是如果你有结下安基，那么到七月十五一定都要开这检讨会，我有什么过失你可以举出来，大家都不能生气的。结果问有一次开这个自知会的时候有的人盖热心自知会起来就说对方安怎不好，到七月十六见面无讲话，本来这三个月都有讲话，不三个月拢讲，到七月十六自知了，七月十七开始无讲话。你现在不爱甲伊讲诶，无啊，我不爱甲伊结这个姻缘，我若搁讲伊，即马得搁开会，得搁甲检举，我无爱啊。所以没有几个能够接受人家建议的，没有几个。恭敬敬啊，建议人家的很多，接受人家建议的几乎很少。但是这个生命刚好颠倒。生命的90%，如果你能接受人家的建议，那么10%就看你的表现是什么。你冷静想想看，这句话的真理是什么？生命的10%才是真正展现你的力量。生命的90%，你要吸取一切的教训，一切的资讯。要记住，生命的10%才是真正展现你的实力。但结果一时金刚蛋，你说师父读了20几年的书。我才要展现呢、今天我自己的能力啊。那么就算今天我展现自己的能力，平常我也有过失啊，也必须要接受各方来的建议啊。你看看生命是不是90%都要接受人家的建议，纳受别人的看法，10%才是发挥你真正的力量。如果你能这样，你是一个成功者。如果说90%看你的实力的表现，那10%听人家的建议，那你注定失败，一直对失败的，对，你一定失败。何以故？你没有集思广益的能力吗？你听过这句话吗？集思广益吗？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吗？所以我们讲，法师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对僧团有什么看法？你们自己开会，自己主宰，对不对？集中大家的意思，就这样做。肯接受人家，是吧？531，初级相伴知机集中，后三相伴政府这个家财，和了解自我心嘛，慢慢已经扩大那么就是前面呢，陶练了小心呢，小心就是小心量，二圣的意思啦。陶练小心呢，小气了，胸量不大。有的胸量确实是不大，一看就知道了。如常行所说的，父之旨意呀，讲义通台，先就待地，自必先行呐。即将是为父宅、父家业啊，当需要会动宗族啊。所以讲啊，欲于财物啊，及其亲族，一处待将。说是我主啊，就常行文所讲的主君当地啊，这是我主，我之所生，处是我主，
我是几乎啊，下我他行，根据五十岁，是常行文所讲的下我得走啊，临平辛苦五十年啊。自见自来已经二十年，进阿罗汉了，转凡成圣，殊胜佛祖的意思。也名入如来家，这是只要破戒转教的时阵啊，不同于头前二十年阿含封顶度分之时。释迦摩尼立誓是主周行救舍啊，随来至处，出名金耀会佛祖啊，护家业，当描写过去啊，释主的因缘，这是大通佛世结大乘缘，成佛祖以来，中途必定退流六道啊，因此啊，来到今生，实在出相无之事。凡我所有啊，下在人民，适宜佛祖，诸其所用，今诶，处正护家财啊，为啊，为教家业之。以的所有款可是以使用啊，助念释平啊，至以下列啊，今以福寿大获珍宝啊，并及下载一切财物啊，甚大欢喜得未曾有啊。释平者讲过去啊，无修大乘的六道万行，无菩萨啊，发挥功德的璎珞庄严，所以至以下列啊。这是指理性人啊，干要自了觉，无念头色性之心，无想要庄严佛道，也无要想要成就众生的心。今以佛说，就是今生如佛啊，闻佛说，方等破戒，发华告中啊，啊大获珍宝啊。譬如领地大乘六道万行功德啊，并及下载，比如。啊，并基啊，无为真理甲大慈悲心啊，一切财物，就常行所讲的金我所有一切财物啊，该是自由先所出入啊，是自所得啊。金佛在《法华经》当中开款显示啊，毁杀皈依的所有款式的三乘一乘功德发财，拢交代理性人以及一切佛祖，所以讲一切财善啊，拢是利有的啊，都是自由的。就这修行来讲呢，一切自行化大的功德，名叫做一切财物。就你来讲，诸法缘起啊，啊，那么性空啊，万有真理啊，名一切财物啦、啊。就教来讲啊，一切法皆离摩诃缘大圣，名一切财物。就人来讲，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无上的财宝，故名一切财物。第佛啊，为父啊，就是世中一切财物。其将来未曾有，所以叫做心大欢喜呀、啊。